南湖大山叫叫叫。才走一分钟而已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陡坡，而且路上都是那个泥土跟石子，是要非常小心的走，不然会很容易滑。我还有一些树根哦，这些这个特别滑的。曼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要来啊？为什么要来啊？我超想要看台湾高山美景。好，绝对超美，这趟绝对让你真的真的很期待了。我们刚刚走了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刚走了两分钟而已。真的？加油！我觉得很厉害呢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走了两分钟，好陡。加油啊，你们！走没两步路，要走了。这段好棒，这是什么林？这个是人造林，红块，红块哦，yep ，哇，没有看过这个状态的红块。你看，从这个树林看出去，那个天空好蓝哦。大二的，对啊，今天天好哎，超好的。绕一圈给大家看 ，beautiful。看到了地质，阿姐看到了，我跟曼曼还有看到。对，我跟雪阳都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他从那边慢慢走下去，他在山坡那个地方。我看到，超漂亮的。刚刚到前面看，树林里面窜出来，超亮的。我要去看。其实地质蛮喜欢在林道上散步，对。而且今天很特别哦，因为正常来讲，地质是在你有雾的时候光线不好。对，迷雾中的王者。但今天的状态很棒，就是我很难得有机会这种阳光洒落的时候，能看到地质就在我面前，这样慢慢的走下去。而且快中午了，它还在。是，很棒。晨间。对。所以代表这边应该密度很高。我们很幸运。对，环境很好。登山口到了，啊！现在才开始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吗？没有，对啊，这很陡哎！在开玩笑吧？这两年中间就是有一个林道的大崩塌，是对，因为像这种林道本来以前就是有林业砍伐，然后给卡车开的路，开得很大条，然后都切穿山腰，所以很容易就是下大雨或者地层不稳就啪整片滑下去，就是翻掉了。所以中间有一个太大的崩塌，导致说要开一个路，就是遇到崩塌开路绕过去。可是开路的人就想，不然都已经高了，那我们直接切，就直接切上去吧。这边真的很陡，然后很怕就是午后会有下雨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尽量赶快度过。我们赶快先把这种陡的去走。对，因为像是十一点，所以真的这太陡了啦，超级在下雨前赶快把这个爬掉。下雨之后变成溜滑梯哦。对啊，好陡，天哪！我看你们的视角是在看天空哎。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喘息的上坡啊！天哪，要用登山杖，还要用手拉绳哎。是啊。哎，加油！我们到人线了。这到人线就相对轻松，相对而已哦。我们怎么样啊？相对论哦。相对什么？相对轻松。对。不要再骗我了。不会。很累啊，就是我为什么要答应你？我每一步都在想着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山，可是还有六天。OK，
随时都很想哭。不用担心，后面还有哎，走吧。嗯，后面一连串，大概赶快过去吧，赶快把这六天过完。但他刚刚就很有趣，就是边哭边走，有哭哦，他有哭，有啊，他眼泪刚刚瞬间喷发出来，他回去看片就知道了。你害魏曼哭，你是第一个害他哭的男人，真的。那你接下来六天有的哭，欲哭无泪。好像有点看到我自己，他脚很酸呐、啊，对，然后这肌肉就知道，这肌肉都紧绷的、啊，真的、哦，非常酸，叫叫叫啊叫啊！不是他，因为他这条筋真的超硬，真假的？真的真的，真的有操到哎、欸，今天，哦天哪，回山物要再拉拉，对，你要把它拉紧一下，然后腿要那个吊一下。爬一整天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就是今天的最高峰——多加屯山。在哪？看不出来是最高峰啊。那边哪里？后面。底这里有一个小路，你们看到石头？对 ，Hold on。我跟你讲，不可能吧？这开玩笑的吧？这个。以前那个山友都会略过，因为以前那个洞很小。来吧，好，我们去看。卖个关子。走，好，一分钟。Study， 计时开始。等一下，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隧道，哇！哎，这个人要常常来走，不然他会关起来。对，钻出来了，2795，多加屯山来了来了，钻钻乐，三角点啊，一分钟没骗你吧？来，我们再往旁边靠，那后面跟上。2795。跟你说，那个很有名的展望三个字，叫做大白墙。那当，你看到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哇，白色的墙壁就是都是我有期待的。踩点要踩好哟。对，你要先确定脚稳。哦，就是我。加油，慢慢。慢慢好滑，有没有路啊？有啊，好像比较高哎、欸，好滑哦。有缺口就踩缺口，你一边用脚去测试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可以，你已经一半了。好，这里。对，就是把脚踩到一个稳的地方。一边观察有很多洞。耶、yeah! 哦！哦，快哦，棒哦。有时候就是心理。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呀、yeah, okay. ，对，啊，你选择正确的路线。不要尝过头，那我大步。我会扛。对啊。你在等他吗？有超过 stop 吗？对，左手拉绳，右手使用手杖，你这样慢慢下会比较稳。哇，可以可以，找好踏点再下。这个真的也蛮恐怖的。艾美，你小心哦。我会。哎呦！没事没事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好好的来这里干嘛啦？我不是去躺平在家睡觉。要吗？对，蹲下手，蹲下手比较好。手抓住，手抓住。重点是背也很痛，嗯，腿也很痛。你看，成功了，抱怨归抱怨，可是还是做到了，很强哦。是啊 ，Good job。
慢慢慢慢，往这边移动，往这边移动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有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左边还有哈，还有，再来还有，再来还有。这还有，我头发太多。好，可以下了，可以下了。你拉着绳子就下来了。OK。OK 吗？可以。OK， 好。好，行。树根。啥人呢？在半夜爬树啊？没有，那下去。树帮你做确保了。我是从猴子来的，我可以。右脚往下，对，你脚够长 ，OK 的。对。对，转身看脚到底。这上一个慢慢这边，这边你踏得到吗？对，很好，踩稳了。很像那个哎。我踩上去一点，对。对你脚先踩稳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手没有力。然后呢？手边还有，左下，左下，对，对，好好好。然后呢？然后右脚，右脚直接到地面。OK， 我们在，我们在。过了，过了。我背好痛，我腿好痛，我脚地板好痛，好险我的头不痛。对，没有高山症。Watching the sunrise into tomorrow. You know what it's like to live again. Holding on in the dark. 呼吸，再次。还剩多少？还剩多少？还剩不到800，快700了。700大约。还有0.5的地方就可以开始下坡。加油，慢慢，加油，快到了。哦，看到光了，看到牌子了。啊！龙山屋。来吧！超赞！还好何玉没写。看到大家会想到我们第一次爬百岳的心情，真的竟然是这样吗？真的很生无可恋，然后到底什么时候要到，全部的抱怨就发起来，然后就想说，慢慢一定更痛。对，我觉得你超棒，绝望，真的。他到最后真的靠意志力，因为他身体其实9公里，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。你到了，到了。身体在抱怨。真的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超棒。累哦，今天应该要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，好吃。今天晚上会有。谢谢。女生真的会比较不容易，真的，女生真的比较体能比较强。